说那才是老友会。这个是老朋友来吃的，这个老友，你是跟我是老友，我这煮米粉粉给你吃了。他那个老友面呢，吃起来那口感，那煮的粉都蛮好吃。老友粉的下料跟佐料都比较讲究一点。老友老朋友的味道，老友粉也是男女生常吃味道。现在烂破烂破烂的，这里是我们跟居委要来装修，以前就是个店的，很窄的，很他妈的，装了好多次了，装了两次了。这里刚来八几年的时候，人的生活没有那么好的改善。说真的，和平商场搬过来，我刚刚在社会上刚刚起步，以前没有那么好吃，你懂吗？但是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呢。我就找我去找我舅舅，他说你不用怕的，你慢慢做下去，听老人言是最好的，你不能再放弃。老友粉是酸辣爽口，能够感冒的时候可以排除感冒。白心的店，不是高档店，不是开空调的高档店。传说就是一个好朋友感冒了，一个好朋友就煮一碗老友面给他吃，就放酸笋、放辣椒、放豆豉炒给他吃，吃了他的感冒，等一下坐一下就好了。所以明堂就得出来，广西南宁的老友粉就下来。我心愿就是把这个东西做好，一代传一代。